雷霆魔龙是个被封印受禁制的陀螺，但是有人破解封印，释放出雷霆魔龙的黑暗力量。这个是一班陀螺手倾尽生命和热情对战，勇敢向恶势力挑战的不朽传奇。Be brave, be brave, metal fight， 劲爆逐秒在斗志。One shot， 出击我越强 ；Two shot， 一击即中是强。看一场激战争斗，发功在台上。勇气与好胜的心，用实力与敌不退避临阵，激斗看信心，我也最高分。Be brave, be brave, metal fight， 劲爆逐秒在斗转。Be brave, be brave， 一出动差响 ，metal heart。宇宙像旋动不一样，合力发挥无惆怅，出击对战最嚣张，亮光爆转极速，雷电的冲撞。Be brave, be brave, metal fight， 劲爆逐秒 metal fight。Be brave, be brave, metal fight， bring that fight, metal heart。Three, two, one, go shoot。神秘的冰魔咁自闭啦，我点解究竟咩事啊？银河留低咗封信啊。各位好多谢你哋照顾我，我要走啦。银河佢留低封信走咗。点会咁样噶？寻日佢先至应承我话今日同我对战噶，点解突然间会走咗噶？银河，我觉得自己连拎起陀螺的资格都冇。好对唔住啊，健太。喂，仲企喺度？哦，系，激刺首领。等埋啊！你件行李好似大得滞喎。剩一细佬啊！你唔知女仔有好多嘢要带嘅咩？原来银河佢有啲咁嘅往事。银河份人平时咁开朗，真系冇谂过系咁噶。估唔到。银河佢会突然之间就咁走咗去啊！我谂佢咁做系唔想我哋担心佢啊。不过我真系好挂住佢啊。咪喺话走就走，系咪去古马村嗰度就会揾到银河？我谂系啩。你谂系啩？咁即系算点啊？其实银河可能会去嘅地方，我净系知一度叫做古马村。咁咪要碰运气。一个人喺遇到伤心事嗰阵，好多时都会谂起自己长大嘅故乡噶。乜会咁样嘅咩？咁即系话唔去睇下嘅话就唔知啦。喂喂喂，等埋我啊，行慢啲得唔得啊？点啊，阿源，你得唔得啊？攻击型、防御型、持久型、平衡型，呢班人喺我哋暗黑星云按照唔同类型分类。喺技术层面嚟讲，系悉心训练嘅精锐陀螺手。
嘅雷霆魔龙嚟讲，乜嘢类型我一样啊！雷霆魔龙，收拾佢哋啊！真系好唔够喉，唔够喉，要令我嘅雷霆魔龙觉得满足至得嘅。龙牙大人，我真系好想知道你究竟可以变到有几厉害。唉，估唔到。银河区是住得咁偏僻的，直情是啦。有咩事啊，京刺首领？京刺首领，冇嘢，去错角啫。哦。整个精神班要快啲啊！如果唔系嘅话，天黑都未到啊！讲得冇错啊！等阵先啊！健太，你做乜嘢啊？我对脚抽筋啊！你都系啊？行唔行到啊？离晒谱，两个都系大包袱嚟啊！做乜话我系包袱啊？你使唔使咁讲嘢啊？哦，有冇搞错啊？帮你哋拎行李伸下都唔得啊？系咁我咁辛苦，帮你哋啲今日人攞行李做乜嘢啊？冇啊冇啊！你哋都系我今日嘅机头仔。好好食咁喎！嗱，大家一齐嚟食啊！好，我唔客气啦。哦，变兴，你做乜攞晒啲有火腿嘅喎？咪为啲咁嘅小事嘈啦！既然系咁啊，你食啲冇火腿嘅啦。我嘅火腿三文治啊！做乜喺度食火腿叫啊？其他我都有火腿噶。边度仲有火腿？攞翻嚟啊！咁烦啦，冇啊！火腿，火腿，火腿！我比你哋大只咁多，只不过系按比例食翻多啲啫喎。系咁，你应该食翻多啲菜啊！喂，你做乜咁烦啊？啲三文治系袁佢整嚟噶。两件事都唔同，咪捞埋嚟讲啊！唔该，唔可以喎。阿袁佢整咗，一人一份噶嘛。还翻啲火腿俾我。食咗落肚啦，点还啊？唔止火腿三文治，连其他三文治都冇埋啊！咩话？变轻？关我咩事喎？喂，我。哦，佢攞咗我三文治啦！三文治全部我整噶，冇得食啦！各行各路，中意咪行包佢咯！因为咁样就反晒面。野蛮人完全唔讲理噶，又大声，唞气都大声过人，个变轻啊，好讨厌啊！去啊，放牛冲顶！你扮到好似佢，佢就系咁样噶啦。不过其实佢都有唔少优点噶，佢好识得为朋友设想，中意照顾人，好似今日啦，作为银河嘅事嚟呢度。好似紧张自己咁紧张银河，我谂佢古马村会再见嘅。冇错啊，我哋早过佢到，然后吓佢一跳啊！好。银河，唔晒谱嘅，好激气啊！一谂起佢哋，我就即刻火到你啊！好无聊啊！哦，系啊你，我讲嘅系你啊，为啲过咗去嘅事业翻稳阵。哦。你而家最紧要系做乜嘢啊？仲使问嘅？最紧要梗系搵银河啦。咁你就集中精神做好呢件事。你唔系谂住咁远嚟呢度旅行系嘛？啊
好对唔住啊，京师首领。阿元，你睇路啊，小心啲啊！条路咁窄，究竟啱唔啱噶？其实呢条都算系路嚟咩？我谂你唔好望下面好啲啦。啊！阿元，小姐你点啊？小姐你醒下啦！阿元你冇事啊嘛？我记得冇错啦，我喺山崖跌落嚟，我竟然冇死到 ，lucky！ 好可惜，行李冇咗啦。吓 ，unlucky！ 我哋真系唔好彩啊！算数啦。执翻条命已经好好彩啦！你系边个啊？我哋两个吓到晕咗，全靠佢救翻我哋咋！先生，多谢你啊！我叫天野原啊，我叫做健太，我叫做冰魔啊，即系冰山个冰，同埋魔怪嗰个魔，夹埋冰魔，系冰山个冰啊，同魔怪个魔，冇错系啊！我绝对唔系啲咩怪人嚟噶，信我啊！我哋一啲都唔觉得你怪啊！系啊，你哋话古马村啊？吓，我唔知喺边，我只不过系上山摘野菜嘅咋。原来系咁，冇法咯。你哋两个究竟系为咗乜嘢要去古马村？吓，系因为，因为喺嗰度有我哋想见嘅人啊。原来系揾人啊。嗯。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啊！哈，健太你啊！你觉得点啊？乜嘢点啊？我问你觉得嗰个人点啊？点会有人咁样介绍自己个名字，话个名系冰山嘅冰，再加埋魔怪个魔噶？嗯，仲有啊，话自己唔系怪人，咁讲咪仲更加奇怪？冇错冇错啊！去咗咁耐仲未翻嘅？佢头先话行开一阵，唔通系去咗厕所？头先去咗边啊？等咗好耐咧，我谂住捉啲鱼俾你哋。哦，真系好味啊！多谢你啲鱼啊！呢啲都系粗嘢嚟啫。不过你好犀利啊，可以喺咁短时间里面钓到咁多鱼翻嚟。你支鱼竿呢？吓，你系点样钓翻嚟噶？哦，你哋唔使理噶啦。你哋唔系真系咁想知道啊嘛？唔系好想。唔知道冇问题嘅。我哋两个都要赶路噶啦。多谢你帮我哋咁多啊！呢条前边就算日头都好暗，而且啲草好长冇路嘅，仲有毒蛇、野猪同红蚓都可能会出现。正系你哋两个冇问题咩？就算系咁。就算是这样我们都要去。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古马村。而且我一定要见到银河。银河。你们刚才不是说去找人的。你们由这么远来到深山野岭找他。是这样，这个叫做银河的人对你们是很重要的。当然重要了。他是我们很重要的朋友来的。
我谂呢啲都系缘分嚟。唔介意嘅话，你哋可唔可以详细咁话俾我知，你同呢个重要朋友发生过咩事？嗯。有一日，银河嚟到我哋嘅镇之后，就住咗落嚟啦。啊！决定一场陀螺对战，最后输定赢嘅是陀螺手自己的心，要记住这份决心啊！只要有真正的决心，任何时候都可以激励自己的。陀螺对战不是要打到对手一败涂地，而是通过对战将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段日子我们因为跟银河对战，令到自己都成长了，但银河现在输了给一个大坏蛋之后很沮丧，所以今次轮到我们出手帮回银河。但是银河他为了令我们不要再担心他的事，扮到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去？为什么啊？银河如果去找到他的话，那就好了。蛤？你们那一种对朋友真挚的感情令我很感动啊。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带你们走一条路，等你们尽快平安到步。蛤？这里前面有一条河，你们沿着条河行就不会再怕有危险的了。蛤？唉，唔该晒啊，全靠你。哦，去边啦？哦，去咗边啊？消失咗？做乜又系掘头路嚟噶？冇办法啦，翻转头。咁搞法究竟几时先可去到银河嗰条村噶？今次唔系又咁巧系嘛？你整到我好痛。你唔系住喺呢头噶？冇错，我只系嚟采蜂蜜嘅咋。蜂蜜？有啲咩问题啊？冇啊！系咁问你，古马村嘅事都系嘥气嘅啦。吓，帮唔到你，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下你，系你喺度有冇见过其他人？边个啊？梗系讲健太同埋阿元啦。我唔识喎。你讲名，佢又点会知道？啊，冇错，咁又系，一男一女，个男嘅大约咁上下高啦，成日喊嘅，个女嘅咧就咁高，整一铁嘴鸡嚟。真的不好意思啊，我不见其他人。是的。又是这样？真是可惜了，这条路不通，要回转头。我们没必要回转头，看看我怎样打通条路啦。冇路行使乜惊啊，开条路话咁易啦。撞翻佢啦！狂牛冲地！见到未啊？我暗黑狂牛犀利啊！你真系好犀利啊！一个平衡型陀螺，加埋你强劲嘅发射力量，简直可以话系无敌啊！系啊你，系啊你，嚟啦！你哋跟住我行咁就得噶啦！你都知道很多嘢喎。吓，你讲乜嘢啊？我讲陀螺嘅嘢，你都系陀螺手嚟嘅。陀螺手？我唔系好明白你究竟喺度讲紧乜嘢喎。哦，原来你喺呢度啊？唔通今次麻烦我掟到蜜蜂豆？是野豬啊！咪埋嚟啊！咪埋嚟啊！今次弊啦！如果執翻咁樣頭就好啦！等啊！今次我实冇命啦！呢个系搵人救我，经之手嚟。呢条路真系好行好多，
都系全靠冰魔嘅教路啫。我觉得呢个唔系咁简单。嗯，又突然间唔见咗人喎。哦，变轻、矜持，仲有，系冰魔喎。会咁嘅？都唔明点解会咁好彩嘅？咁啱棵树冧落嚟，咪吓走咗佢咯。总之就系好彩啦。啊，冇错系啊。喂！喂！电梯，阿元。哦，你哋两个咩事都冇喎。你都系啫。两位，我哋又见面啦。哦，头先唔该晒你啊，好彩遇到你咋。做咩啊？原来你哋识得嘅咩？其实系佢教我哋行呢条路噶。不过啊，头先我突然之间走咗去，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我见到有啲稀有嘅野菜啊。原来系因为咁。系，冇错就系咁啦。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唔见其他人。佢之前讲大话。系咁，我哋启程啦。我带你哋行一条更加安全嘅路啊。咁真系麻烦晒啊！呢个人有古怪。银河，你唔好走啊！你有几困难，我哋都会克服，一定会去到你嘅故乡古马村。你要等我。冰魔，佢究竟系乜嘢人？喺我哋面前出现，即系咁啱得咁巧。OK， 我来未来，光り輝く汗、今から行くから待って、逃げずにほんのちょっとだけでも OK、我来未来、いろんな思いがこんがらがって、思わず負けそうになって、それでも確かなもんは心に一つだけ。そして次回。